在我们位置在于这个江夏的大浪湖路，我们有这一个马来人新年前的点燃大炮，他们俗称江波炮，说他们已经要接近十二点，也就是他们要过新年倒数了，倒数五分钟了，现在开始点火了。有十二个神明是你们，就好像在打仗一样。